上面来讲，我再装了几个 Web 程式给各位使用部分。那现在待会要跟各位介绍，是针对于说我们在做一些模型的时候，我们可能针对我们的建筑物，例如说，假设好，这个建筑物好，这建筑物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可能要做一些剖面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如果说我们假设我们在这个地方，好，假设这里。好，挖透以后呢，当我们这个建筑物，如果说我们要做剖面，所以跟各位介绍剖面部分，一剖的时候，事实上针对这个模型剖出去呢，事实上把它隐藏起来，可是中空的，对不对？事实上各位在画一些剖面图，事实上应该都很明显，刚给人家看到一个剖面的资料，可是就很抱歉，它没有中空的。所以呢，我刚刚有提供两个外挂程式在这个地方。等于说你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它有两个功能。第一个，它滑鼠右键，当你们抓的时候，它会叫做在外挂程式这里面有一个叫做 super session 这个地方，一个是这个 session 产生面的部分，另外一个是在这个这两个，就是哪里有 session 的这两个英文的外挂程式。第一个外挂程式来讲的话 ，super session 什么？等于说你在这个地方，它直接帮你做。所谓的剖立面的部分，你说，例如说我要做001 ，OK， 它帮你存这个角度，001就是我们的剖立面，直接做剖立面图的一个角度的部分。好，第二个来讲的话呢，我们针对刚才的剖立面呢，我们平常来讲建筑应该会剖掉或者看空的，它应该有封面。对不对？所以可以在这边按滑鼠右键，这里面增加一个剖面 session 的那个 face 的部分，你点选它以后，它问你的剖面这个颜色，剖面那个涂满那个颜色这边可以挑选，比如说我要 orange 的颜色，然后呢，这些边线的内容、这些资料你要不要使用？那你放的图层是要放哪个图层？这都可以去指定给它按的。这个它预设只是它这个英文字的这个图层，待会你可以自己把它修改。例如说，好，我选择它。这个直接按确定，然后它就帮我封了面 ，OK， 好，然后呢，这里就可以产生了我有一个封实体的面部分。好，那像刚才那个图层的话呢，我们在我们图层的资料的内容来讲的话呢，这个图层你不喜欢就点它自己改，比如说好，假设00，那你就可以改成你想要名称的部分 ，OK， 好，刚刚是谈到这两个外挂程式，可以让各位在作业上来讲很方便去做一个使用部分。好，把一个切回给各位，各位可以自己把它下载部分。
好、哦，好了，我把音切回来了。好，接着要跟各位谈到，事实上在所谓的